穿黄旗的，神圣保佑，天罗保佑，有护法神，你看开荒的要多一走金山的黄旗，穿黄旗，一般求道的只有去金山的穿黄旗，旗的背后好像都是代天仙的话，代天仙的话。求道器，求道人的正上显现，有一只黄色的求道器，有黄色器哦，神圣报仙和保佑，有护法神保护神。上面的文字第二排，时日无水何处归南海，左边哦，是一大吴家集西天的，西天还是西方啊？是一大吴家集西天的西方，西方嘛。西方极乐世界，西方。代天仙的话，乃至黄旗大小高度不一，仙衣的背部啊，仙衣啊，那个叫仙衣啊，展出仙衣啊，背部也是个最代天仙的话，代天仙的话。